係本澳洲嘅白金，因為佢牌就係咁。我打開呢度先啦，點解俾少 space？ 因為牌就係有個白金開始出。咁之後十咗之後咧，我由呢一片開始咧，可以控制到呢一個位置，放咗落去。控制緊佢呢一片嘅排序，依家係用一個排序嚟令到個頭髮咧有個力喺度咯。不過依家佢頭髮係有亂啦。如果我啲頭髮咧係一片片嚟做一啲薄片嘅時候，佢咪由個裏面嗰陣咧一路擁啲頭髮出嚟啊。其實佢係建立緊一陣陣嘅嘢嘅，我只係將佢呢個中段位置度喺就 space 喺呢段嘅位置度。鎖咗佢，佢個力就喺呢度嘅。呢個係排序，仲要控制得再好啲咯。你見我出面，我係一路排到出嚟呢一度，然之後先再走上嗰啲。嗰啲係將佢全部都係控制緊個排序咯。所以比賽就係玩呢啲咁嘅嘢啦，即係猛裝咁，我呢啲咪可以控制呢個 curve 跌翻落嚟咯。咁呢度咪落起咗，呢個咪之後先再控制埋佢上面呢個排序咯。但係講緊嘅係十五分鐘整完，係啦，都係夾一夾啊，唔係啊，細夾，哦，都係夾啲細啲嘅，嗱嗱夾曬佢，跟住係啊，就一路做一路擦，係咁掉。但係呢啲係十五分鐘裏面做一啲，呢啲係講求個，當你再熟埋啲排序嘅嘢咧，就另外一個層次嘅都，你就會做所有嘅晚裝都會更加得心應手啲咯。就係咁啦，即係當你個。做嘅時候，你就會自己會有個力喺度咯。因為佢一層一層用一層嘅頭髮出嚟，就咁啦。就可以控制到唔同嘅方向嘅嘢啦。個圈圈就係咁。啊，你冇時間做啦，不如玩埋呢個嘢啦。都好。